老公，我好啦，走吧。老婆，你就这样去啊？能不能化个妆再走？怎么啦？你不是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吗？可是今天是去参加儿子的家长会，而且我前妻也在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还好我带了这一个。现在怎么样？哇，不错啊。老婆，你这用的是什么呀？我用的是 FV 的粉底液啊。你只知道 FV 粉底液好用，但是不知道现在拍一发四的活动，错过可就没有了。养肤粉底液，你看这奶油质地，哇，花溜溜的。它也不是一般的粉底液哈，它是研究中心提供这个技术支持，它添加了12种真奢养肤的成分，补水养肤。买的安心，用的放心的，高性价比的国货粉底液。